Good morning， 欢迎收看倩涵的晨间客新闻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是：风萃场大复活，九家营运弹升。半导体为台湾重要产业，营运状况反映了台湾电子业的整体表现。其中，封装测试厂为半导体的中游，是市场观察半导体盛衰的重要方向。统计封测厂五月营收，除了日月光、历程及晶圆电等三家一线大厂月营收写下今年单月新高之外，包括奇邦、泛泉、新泉及华泰等封装测试厂五月合并营收也都写下今年单月最高水准。另外，台新科及细格五月营收则是今年次高表现。整体而言，封测厂第二季营收渴望小幅回温，显现产业逐渐脱离谷底态势，下半年在库存去化及旺季效应带动下，营运弹升可期，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不妨多加留意。以上资讯仅供参考，科新闻我们下次见咯， Goodbye。